薛冬冬与尹子文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尹子文与薛冬冬公开恋爱不足四个月即陷入冷战，期间更也会女星张秀文关系急转弯。但近日有网友晒照爆料称，尹子文特意跑至钻石级火锅汤底藏三克拉钻戒完心机的求婚，而薛冬冬以 FAYYS 现年29岁，有中国第一美胸之称的薛冬冬今年人气急升，去年至今所主演的电影票房累积逾33亿人民币，气势逼人，与43岁影星尹子维的恋情也为外界关注。今年一月二人宣布已在一起半年，关系时好时坏，由甜蜜放闪见家长，之后急转直下。上月更爆出尹子维被女友约会张秀文，对于男友在冷战期间约会张秀文，徐冬冬曾说没有信于不信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，但子维的人品很好，我们没有分手，是需要时间谈清楚，毕竟之前我们是认识很久的朋友，做情侣之后的感觉是美好的。尹子维特意炮制钻石级火锅口味，一致上月徐冬冬才说双方因观念问题处于冷静期，可是话音未落便柳暗花明，二人不但和气收场，尹子维更求婚成功，升格为未婚夫妇。近日一位同时关注徐冬冬及尹子维社交网账号的网友网上多张相片，当中有尹子维在沙滩玩浪漫，一脸甜丝丝的拿着粉色气球，更有多张从火锅中捞出钻戒戴戒指及鲜花的相片，全标签了尹子维及薛冬冬的名字。该网友留言 get 新的求婚方式，要笑死了，幸福幸福，大惊喜之后的小浪漫，羡慕想恋爱了。原来与女友同为火锅控的尹子维为求婚花尽心思，特意炮制最贵最猛料的汤底，把目测至少有三克拉的求婚钻戒放入火锅汤底中，令女友吃出惊喜外，又在沙滩浪漫表白。凭该网友的留言形容及一张只拍手不带着钻戒的照片，明显薛冬冬已答应求婚，尹子维沙滩求婚年初已见家长。对于有网友爆出求婚成功的消息，薛冬冬及尹子维方面昨日回复媒体时没有否认，只口径一致的说有好消息一定会公布，多谢关心。其实自拍拖以来，尹子维虽然不时无故卷入负面传闻，但薛冬冬一直选心护狼，多次盛赞他人品好，给予极高的信用度。在拍拖后的首个农历新年，徐冬冬更随男友返美国老家，亲自拜会未来奶奶一代女星胡燕妮，事后大赞未来奶奶是非常好的前辈。对于尹子维是否其结婚对象，他说不是我自己说了算的，也要看对方怎么想。显然尹子维已经想好并付诸行动，把关系成功扭转，智取女神